大家好，我是尼克。今天我跟大家录一下，目前中国大陆这边的疫情的情况啊。我这里大概分了6点啊，就是疫情的基本情况，还有药确实是不是难买啊。第3点就是这次放开了利弊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2023年1月1号开始，也就元旦过后的实际的情况。还有后续的展望及其小结。哎，这次疫情的实际情况呢？这边的爆发时间啊，大概是在12月15号到12月31号，也就是2个礼拜的时间。哎，这2个礼拜的时间真的是从北到南完全没有死角。那我有打电话给这个哈尔滨东北的亲戚及其海南的一些同学，那基本上都是感染到了啊，那好在大家家人都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可能1个礼拜就过去了啊。现在目前网络上有是说这个大概有10个亿，哎，其实我相信目前是没有确切的数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呢，中国政府这边已经把这个疫情的统计数据从官方已经关掉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现在这里没有这种，就是统计数据的平台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家里不舒服感染了，那你可以去这个网站去统计，这个是没有的。那估计政府也是比较担心这个有特别大的数据出来会造成恐慌哈。那以我的估计，肯定是10个亿肯定是有了啊。但是呢，基本上。啊，这里打错了啊！目前的情况是基本上已经恢复了，就是时间比较短，然后总体的来看就是重症会有一些，那也有同学的爸爸去世了，或者是小孩同学的爷爷奶奶也有去世的。我说一下，特别讲一下这个买药的情况，因为买药。我跟台湾的朋友也打了电话，他也知道了，他从 YouTube 上也看到了这个药特别难买，确实在那2个礼拜的时间的窗口期，感冒药是非常难买的。那各位知道啊，在大陆这边我们的药都是自产的，三聚感冒冲剂呀、这个金银花颗粒呀、等等，类似于这种清热解毒的啊是比较难买的。同时呢，N95 的口罩在网上那一段时间也是处于脱销的状态，还有就是涨价比较贵的、比较难买的就是抗原。抗原其实我们突然放开，很多人没有备，就一开始在网上卖的是比较便宜的，大概就2、3块钱一支。那出了问题之后呢，大概就涨到10块到15块。像我是从朋友家，他这个因为开公司囤了一些，我从他那里分了2盒。其实这个抗原呢，在这边的实际情况是，你在前两天是测不到的，只有发热的时候才会测得到。基本上用处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。同步还有难买的就是咳嗽药，比如说这个枇杷止咳糖浆、这个色胆川贝等等。那这个在后续在发热过了之后，那基本上我周边的朋友都有这种咳嗽的症状，我也大概有2、3个礼拜的情况。哎，这个还是有一些作用的。那除了我刚才列的这几点，比如说布洛芬，那一定是买不到的。还有酒精买会非常贵，普通的时候可能就3、5块钱，那就那2个礼拜买，可能就是涨到10块到15块啊，大概就这样子。OK，那买药的情况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说了，就是说这个整体呢可能翻了3到4倍的情况。从这个中国疫情这个情况呢，就是说我们有几点利和弊。那弊呢，其实对于个人来说，马上大家都要各自承担医药费的，因为之前3年的时间都是政府在做买单的事情，然后大家核酸检测不用钱，你每天只需要去固定的核酸检测点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个对核酸的利益集团这里面是对他会是比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啊。因为现在核酸码可能马上就要取消了，这1、2个礼拜已经没有提这个事情了。
那这一个产业链上就第一个就是核酸的公司，第二个就是核酸屋，那跟这些核酸公司、核酸屋上班的相关的这些员工肯定是没有以前好了。那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帖子，就是之前在核酸检测的公司的一个员工一个月可以赚10万，那现在他可能要去赚2万的工作了。所以对他来说是个利空哈。但是呢，第三点哈，对老年人来说，有基础病的这个确实是不太好啊。就是说，比如说常年卧病在床的，这个是有基础并发，有基础的疾病可能会引起并发症，但是这个事情也是无法避免的。哎，那对于个人来说，那可能就是要面临多次的感染。啊，其实我也看了报道，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帅哥的一个博主在腾讯视频上，他已经感染3次了。我相信，随着大家的交互越来越多，那病毒株的话，那传染力比较强的这种呈现出来的话，那肯定是会有多次感染的这种准备。啊，那利的话，其实对政府的财政压力会比较小一点，因为确实这几年，那政府的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，核酸检测，那身边的给你看，包括风控的这些吃喝住行，这个等等都会发挥很多。那利的话，就是对老百姓来说，实施的确实现在自由了啊，你可以跟朋友很不用再去。扫码去银行也好，去这些办公场所也好，你不用再去扫码了，比较方便了很多。那1月8号之后，你可以出国，你可以去旅游都没有问题哈。那经济是一定是恢复了，毫无疑问的，就是所以接下来的股市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啊。随着放开那政策的支持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，对于股市的、对于经济的刺激啊，确实现在不放开也不行了。哎，目前的一些情况呢，我就说从2023年1月1号到现在这一个礼拜的目前情况，就是办公室的情况，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大家都回去上班了啊，大家都已经阳过了啊，早上已经不堵车了哈，啊，不，早上已经开始堵车了，而且堵得非常厉害。就说明大家已经回去了，慢慢感觉是已经恢复正常了。那药店的情况呢？就是现在药价已经下来了，然后你想去买的药基本上都是可以买到的，包括口罩，你通过网络京东买就好。这个价格也不贵啊。对于后续的展望呢，其实这里我写了这么几点哈。第一点，经过这一轮疫情之后，其实大家已经对病毒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啊。这个病毒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就是2个礼拜的时间，中国大陆是全部基本上都感染了一遍。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，1月8号开始啊，随着国际航班的开通，那可能交互的增加，可能有新的。病毒株可能又会有出来，那就是担心会引发一些重症。那基本上如果跟感冒一样的，像现在基本上，我相信我们这边的一些药还是比较有作用的，大家多锻炼一下，扛过2天就没有事了。那可能在1月8号到2月，这一个是一个是一个这个窗口期，所以这一段时间，对吧？挺过。啊，挺过2个月啊，基本上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了。大家也该恢复了，时间太长了。然后对于疫情的总结呢，其实这一次放开确实政府在准备不足，当然这里面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，因为学生在闹哈，当然政府可能是想等春节过完还是这个什么时间放开。短期内呢。就是还是可控的，基本上药的话，你就算囤了很多药，也用不了太多，大概2、3天就过去了。短期内造成了这个基本的物价飞涨，药价，尤其是跟疫情相关的，比如说这个大家去喊一下需要补维生素或者买一些黄桃罐头，那基本都买不到啊。我是12月13号买的，我今天才收到了黄桃罐头，买了一箱。那所以这个部分，希望后续的这些。可以改进啊，从体制上我们也应该改进，多听听这个大家的心声。
那同时呢，其实这个数，同时呢，我们也应该感受到这个病毒，其实前几天政府管控的为什么这么严格？其实它传播力度太快，当人口比较多的时候，这个。哎，还是有很多人会去世的。那我已经听说旁边有不少人的爷爷奶奶去世。当然老年人，当然如果是能多活几年，当然是好事啊。从这个事情呢，我们还是要家里多备一些常用药，比如说基本的一些感冒药、退烧药啊，这些对于这种基本的辅助治疗还是比较有用的。当然现在没有特效药。当然后续呢，希望不要再出现新的毒株啊。那让工作正常尽快恢复啊，然后也希望各位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也希望各位家庭美满啊。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哈，我希望持续更新我的频道。那谢谢大家，多谢。